大家好，我是未来之星，吕米娜怀孕了，今天我特意出来买菜，买点蔬菜，再买点牛肉哦。牛肉的话非常便宜，只要450尼币一公斤，大概一市斤的话只需要11块钱左右，所以买点牛肉给吕米娜吃哦，再买点蔬菜。今天那个主题呢，主要是一位看我视频的网友啊，经常看我视频。他看到我上次做这个视频的话，一位买菜的女孩子英语特别好，想委托我的话联系一下她，教一下她的英语，做一个朋友啊。她也想来尼泊尔，学英语，想交一些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买完牛肉之后，等会我们去买点蔬菜，和那位女孩子的话交谈一下，要个联系方式，和我的那位网友的话，一起联系一下。教一下他的英语，他们自己去谈一下这个价格，还有中间的一些这个过程。好的，咱们牛肉买好了， let's go 啊。好的，现在我们牛肉已经买好了，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袋子，200尼币，也就是一斤左右，11块钱人民币左右啊，非常的实惠。咱们现在去照顾一下那位女孩子的生意，卖蔬菜的女孩子。Hello, excuse me. Do you know me? Remember me? Yes.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Here, how much? Here, please. One hundred one kilo? Yes. 101 kilo. Oh, expensive. Okay.Here, how much, please? 那个是 20 rubies. OK, 就是一把的话是 20 rubies. 这个 OK, OK, very good. 那个 20 rubies. 我刚才买了一点牛肉 beef. Do you like eat beef? No. No? OK, 这是 20, 就是一块一毛钱。Here is English speaker. How to do? How? Maybe. No, no. Here is. How much? 20 rupees. 30 rupees. Yes. 30 rupees, 也就是30。哦，我要一点点。Give me. Yes. Okay. Okay. 我只要一点。30 rubies 30 OK 就是30卢比30卢比 OK 30卢比的话是3 6 1 18，1.5毛钱到1.6毛钱。好的，总共多少钱？ How much？30 rubies. Okay, 50 rubies. 50应该就是50卢比哈，刚才的30卢比，这20卢比就是50卢比。好的，50卢比就是2.9块，将近3块钱左右啊，3块钱人民币左右。需要找我的话大概是50卢比，找我450卢比。加一土豆，这个尼泊尔的菜的话还是挺贵的，这尼泊尔菜有胡萝卜有茄子，其实比我们国内的话还要贵啊，但是他们的胡萝卜的话比较小，施肥的话施的比较少啊，所以这个还是纯绿色环保。 OK, can you help me? OK OK OK, 我们数一下啊，430 rubies. Okay, thank you. 50 rubies. 450 rubies. Okay. Excuse me. 我打扰一下啊。Afternoon. Every day afternoon, you don't go to school. At morning, I go. Good morning. You go to school. Yes. 6 to 10 a.m. Okay. Do you have time afternoon? Do you have time in the afternoon? Yes. Okay.My friend need study English. Can
Can you teach my friend English? Yes. Okay. One month, how much? About. You think how much? You don't know? Okay. 这样吧，就你有微信吗？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朋友给你联系，加个微信。OK， 东东的哦，你没有微信哦，我们等会儿加下联系方式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小视频先做到这里啊。欢迎大家给我这个点赞、订阅啊、转发。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